鲜花杂草的人，他一定是汗水，有时候还要加上泪水所凝住的长城。因为改革者是很艰苦，他都要两面受敌。激进的觉得你改革的不够，变动的不够，你还是妥协。但是珍惜原有的，比如说保守的，他也反对你改革，因为你会更动现在，改变大家。但是不求改革，不会进步，维持现状就是过。不断地追求改革，追求进步，扫除所有投资的障碍，让民间的投资能够顺利地去执行，而清税减政效率提高，让我们国人受到比较好的行政上的服务，这些都是能够结合民心，并且团结所有众志成城的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。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，再一次谢谢所有首长们，在过去这两年对国家跟全民的贡献。祝大家未来的工作更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谢谢。